哎，大家好，今天是7月29号，23年。哎，暴风雨之后，看我这个菜园子，哎呀，长得挺好，就是被风刮倒了很多。包括长得好吧？你看这个收的 tomato，这不收不行了，就被鸟吃了，被压倒了。Brown cherry 特别多，还有这个小的，这个叫应该是 butternut squash。很多，到处都是，这没办法，这长太多，这 awkward。这个还有这个 big flower，这很大，然后这手放这儿都，脸盘子这么大，这个 blackberry 收了很多。天天吃这个 blackberry，这边这个 raspberry 被风刮倒了，希望它能立起来吧。上面有很多果实，看见啊，7、8月份以后就能收了。这些 cucumber 黄瓜也结了很多，这豆角没结很多，豆角秧子不太好。这边西红柿很多。再记录一下，西红柿，这种西红柿像辣椒一样那种形状，我就是人家非要给我就种上了。看看这特别多的果实，我不是很爱吃这种，但是它结的多呀。我这 gladiolus 还有偶尔会开的。啊，这边是这个小西红柿。今天这录像不好录，哎，这个看这个 ground cherry 就是苦姑娘、黄姑娘就被风吹倒了，上面果特别多，已经有快熟了，就等它熟了我好收了它。这边这个cherry tomato 也长越来越高，那个没有架子，还是舍不得投资在架子上。这边是那个 cucumber，已经天天摘这 cucumber，看这有几个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已经摘了好几个了。这还有一大的，这还一长的，中国的那种。这棵 okra 长得挺好，就是挡我这个那一边的。这是这种，叫就是那种黄姜。哎，这我这丝瓜、苦瓜也不知道能不能今年能收，就没地方搭架子。更多的 cucumber 那个黄瓜，还有一些那个苋菜什么的。刚才种了一些这个空心菜，希望能熟吧。那韭菜都开花了，那割了它，不想让它那长。这就是我8月、7月底的菜园的样子。谢谢。